想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过爱一世。今仔日哦，阮也大细心哦，住伫阮身躯边的人哦，就是东东甲小贤啦。所以讲，是大人哦，伫关心这细碎哦，并不是讲什么人好，什么人歹。啊，恁三个人的这个感情哦，我甲恁阿母也无多通我做决定啊啦。啊，不管讲文杰安怎样来做决定，阮无希望讲哦伤害恁多一个啊。世间上哦，就是这男女间的这个感情哦，上一个复杂。是要进，还是要退？要争，还是要让？是不是啊？这要靠家己的智慧啊！啊？嗯。阿伯，我的个性真固执，啊，就参像当初要做马道啊，不管拄到偌济阻碍，我拢会坚持到底。哦。啊，对文杰的感情哦，我唔是同款，我唔然哦，要做林家的查某囝。我要叫做林家新妇。哦，安尼好，你有这个目标，阿伯也真钦佩你。啊，不过我唔是文杰，也会当天做决定的啊，哦。嗯，这我知啦。阿伯，文杰若选择我，你敢会接受我做林家新妇？当然咯，阿伯足欢喜的啊。啊，是讲。假使文杰若是无选到你哦，我嘛希望讲你也有迄个勇气同我接受，哦。唉，你甲小贤两个人哦，拢是真好查某囡仔啦。唔管讲是做查某囝，也是做媳妇，阿伯拢希望讲哦，恁多一个拢会当安尼幸福过日，啊。我知，阿伯，你讲的话吼。我拢会藏在心内，多谢阿伯安慰甲鼓励。阿兰，事实阿哥你相信无？爸，爸，爸，我受甲苦更贵啊！嘿，今毛。有较好啊，哎，不过那态度我是真坚持啊。哎，啊小贤你安那？啊，小贤无爱娘家，伊的艰苦是因为唔知家己做唔到啥物代志啊。啊，好心带东东来咱家佚佗，结果死死洗面，那真正受够超过了。啊，人你带来啊，啊死死的个性你唔知影哟。今日这个表现，安那？你意愿？唔免过唔过啊啦！哎，你个啦，你即马心内到底是有咧拍算啥？一个住伫咱厝内，啊一个安尼三工两工就送家两个来厝，哎，无够我甲恁爸爸吼，一个心肝哩足烦的，你知无？我甲你讲啦，你今仔日吼一定爱互阮两个留个一个交代啦。啊，若无吼，咱这间厝外吼早晚会去互人掀起。哎，妈，我已经讲几啊百摆啊，我甲思思已经是过去啊。即卖伫我心内，敢若有小贤啊？我甲思思带转来咱厝，迄是因为伫道义上，我袂当帮人唔管啊，就是这么简单尔。嗯，啊，你若是安尼拍算哦，你着趁早甲人讲个清楚啦。我甲讲啊，啊，伊着唔听我有啥办法啊？所以吼，你啊赶紧想办法来去解决。嗯，我知啊，我袂甲这个做别人啊。啊，即卖思思个脚袂好。甲经纪公司哦，可我讲你要去会面，事业无顺啊，感情也小受打击，我是惊伊会去接袂掉。其实哦，思思哦，也不是一个无能力的查某囡仔。伊爱你遐尼深啊，啊你讲向阳哦，叫伊离开哦，这也是真困难啊。所以讲哦，你爱好好去甲人讲，哦，讲话会当了解，啊唔通去甲人伤害着，知影？嗯，我知。但因爸爸刚当，即马吼人伫咧外国啦，啊，死死家己人咧台湾啦，所以讲若无去嫌吼，
啊，伊若讲爱食恁妈妈的菜，就当点来来吼，啊，无要紧啦。啊，阮会当做会到，就是安尼尔嘛。剩的就要靠你家己啊。天哪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千万唔通让伊去做啥物戆代志，还佫叫人牵带包装。伊咧做迄个模特吼，迄嘛足注重形象的呢。你若还吼这条路行袂落去吼，你着有影做一个清单哦，你呀。我知啦。使伫深山哪来啦？讲会到，你才做会到啦，你。爸妈，啊，既然恁即摆吼，嘛拢正式要甲迄小贤交往啊，我是咧想啦吼。确实我甲小贤结婚了吼，啊，小贤像妈妈安尼吼，去照顾东东，啊，当然啦，我嘛是爱学伊去照顾东东啊。啊，做翁仔某本来就是爱安尼互相斗相共嘛，啊，做袂到讲伊你无用，我无你无用安尼啊。啊，搁再讲啦，这照顾囡仔吼，嘛是一门真深的学问。我是想讲重点，吼。啊！你咧讲话，敢若袂输咧惊跳棋的，跳来跳去。你即马到底是要讲啥啦？哈？我是想讲吼，啊，较输我甲小贤带进门，啊，妈连东东做伙带进门，啊，恁敢我都接受啊？嗯，当然嘛好，迄买一送一咱谈着呢，那迄个唔好啦。人讲小花连盆，小囝连孙，啊，你若真想要带小贤哦，啊，东东你当然要甲照顾啊。哎，林校长，啊，咱就当作吼，咱厝内加一个孙啊，你讲对无？哦，对啦。我讲哦，东东来当安尼，大家多斗阵哦，安尼嘛算讲厝会快乐些啦。嗯。哦，恁有答应哦？哎，那是答应就袂当反悔哦。嗯。啊，那是要反悔啥啦？即嘛是惊讲你袂定性啦，你唔通阁规规工啊，阁啊带另外一个查某囡仔回来吼，我甲恁爸爸才是怎烦死我，你讲？绝对无可能。哦，安尼上好，你赶紧对中心大叔电话，安尼上好啦，吼。诶，林浩先，我系速战速决。哦，安尼好。我已经想好啊，但即届吼，大海吼，六十大寿吼，我一定爱甲伊办一个吼，足特别的吼，互伊永生难忘，永远记得我。哦，安尼好哈，系咱俩要准备。我甲丽云哦，等下咧参详讲吼，要安怎甲恁爸吼庆祝生日呢？我咧想讲吼，咱办一个吼较正型的吼，啊，迄菜嘛准备较青草的吼，啊，就予咱这边出钱啦，啊，恁大姨迄边吼拢唔免出钱啦，啊，你有意见无？无。哦，无意见吼。我咧想讲吼，咱咧找吼，迄咱家吼上赞的餐厅。迄中埔西吼，哎，足好煮的，就敢那五星级的中埔西吼，无咧归去啦，迄规个餐厅给包起来啦哈，啊，佫用迄卡拉 OK 来啦哈，哎呦，安怎闹热吼，就安怎做啦，对无哈，啊，是都开袂起的，好。妈，妈，靠，需要安尼。哎，那也无需要安尼啦，啊，死囡仔婆，你来讲安尼，迄恁老爸呢，六十岁大生日呢，哈，对无？你袂记得哦？你还甲恁爸感恩呢？啊，趁这机会好啊，甲伊报答一下。伊是摕地吼去互你贷款呐，你唔只有迄个钱哦，今仔日趁遐侪钱个，哈？啊，你无听人咧讲，知恩、感恩还要报恩呢？哎呦，迄食果子哦，就要拜树头。但你即马吼，趁钱敢若趁水个，几啊百万、几啊千万在咧趁个咧？哎呦，开啊几啊十万哦，甲恁爸安尼留咧者哦，你敢唔感谢啦？无啦嘛，结婚伊毋是迄个意思啦，可能是拄下班回来有较忝，即马无想要讨论这个代志啦。哦，安尼嘛，哦，我想嘛，我介友好的后生讲，无你安尼啊，伤忝哦，无先去楼顶休困一下啦，哈。啊，这个代志吼，就我甲丽芬来参详就好啦，哈。哦，无先去楼顶。啊，好，休困哈。哇哦，安尼哦，啊，我办者啊。我即摆先打电话来啊，问看卖倒一间餐厅较好哈。妈，我看哦，归去咱来问爸，看想要食啥，咱就订啥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哎呦，啊是我这个媳妇较贤啦，跳跳跳，来问恁爸吼，看伊要食啥吼，就来订啥吼，行行行，来，紧来，紧来。哎呦，有解决就好啦，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
好啦，安尼哦，你家己都要保重诶。好啦，再见啦。即嘛问题哦，暂时解决啦。迄个清洁大哥话讲哦，每个月迄贷款诶利息哦，伊要纳啦。嗯，啊，要后盖，因若阁毋知是安怎啦，若要退退解决，上好诶办法哦，就是叫因哦，把遐个贷款哦，拢做一届还还。 钱嘛会当做甲安尼吼，咱都爱感觉真甘心啊啦吼！大海啊，大海啊，阿哥阿哥，来来来，做来参详者来。你是要参详啥？哎呦，大姐啊，你煞袂去诶，过几两工啊，就是咱大海啊过生日啦，咱哦来好好甲庆祝一下讲。安尼真好啊。哎，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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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做生日严什么大代志啊，对无？ 都，阿要甲当伊共款安尼就好啊啦，你顶下面刷煮煮会吃吃咧，阿要坐鸡卵糕吃吃就好啊。嗯，哎呦，安尼要哪会用的啦？六十大寿呢，哎，这是要大生日的，一定要好好办一下，办一个较请的讲吼。啊，而且啊吼，咱今嘛吼，咱这家庭吼，遮尔便精啦，啊，个面甲回归嘛好好啊吼，啊，个有本店嘛，啊，个有加盟店啊。 生意嘛做顺心啊，而且吼，咱健康啊，嘛是哦，生意做甲咧强强滚诶，诶，咧算起来讲吼，是咱皮家哦，喜事连连诶，诶，这无好好庆祝一下，要哪样诶啊？啊，对吧？是啊，大海啊，啊，过去咱这个家吼，一直拢吵吵闹闹，啊，今嘛吼，安尼遮尔啊好咯，而且吼，你阁是上辛苦诶一家之主，应该好好甲你慰劳一下才对。好啦，爸。 这嘛是阮家做家里事，对你也一点仔好心吗？好好好，是啦，爸，你都唔通拒绝啦。阿姨，啊，阿你爸说咩庆祝？哦，这哦，你免烦恼啦，那我甲丽芬哦，我跟你参详啊，几日工啊了。嘿，我要找吼上赞的餐厅，家哦规间包起来，搁找遐五星级的哦，做铺师哦来做料理啦哈。 哎呦，迄上赞上好食的物件哦，叫伊拢传出来。不过我咧想讲吼，嘛是爱看迄台海你爱食啥，你叫伊煮啥啦。啊，我本来想讲吼，想讲台菜啦、广东菜啦、上海菜啦、哈，还是什么川菜啦哈，还海鲜料理啦。啊，我也想想，嗯，唔通，还是用一个吼满汉全席哦，安尼较有面子讲，吼，对吧？哦，夭寿哦，阿姨啊。 啊！你这摊是拍算要开偌济啊？嗨哟，哪会开哦？就开阮二房的啦。等你大房吼，拢唔免哦开甲一家银啦。啊，算唔知吼，就咱建行哦，就趁到哦，趁钱啊，趁水共款啦，拢互我建行开就好啦。啊，你大房吼，出啥呢？出一支嘴来遮就好啦。阿姨，啊，啊你讲这话吼，哎，有影听耳仔哦，较惨啦。啊，阿公哦，既然你讲你要出，安尼我就无意见啦。你滚啦！ 好啦好啦好啦，爸囡仔，哎哎，大兄，啊，你有听清楚无？有啦有啦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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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你有听清楚无？有啦有啦
别切伊的意啊。哈，对啦，哎，大姐啊，啊，今年哦，就红这班哦来办啦，啊，明年哦，就换恁这班来好好表现啦哦。哦。哎呀，啊，不过哦，先讲我好哦。啊，那阮这班哦是无在聊百千满汉全席哦。啊，好啦好啦，无要紧啦，上重要吼就是爱有心意啦哈。啊，你哦，为即马开始哦，以后哦，逐年哦，哎，大遐过生日哦，啊，咱两房就照轮啦。啊，上重要就是哦，咱大房甲二房啊会当好好，啊，今年是坐有出大，啊，你哦，逐年哦，甲大遐来庆祝，就代表讲吼，咱平家哦，拢嘛幸福美满。姐，你讲安尼对无？
我像伊啊，你即马足敖的呢，我讲几波句吼，讲起来话吼，我上介意听啦。哎呀，感恩哈！哎呦，安尼我紧敲一个电话给林辉啊，叫伊迄天时间哦，都爱搬出来，先煞甲钱、啊，啊，搁迄清洁具啊吼，拢甲带来互咱请。啊，我即马就来敲。对对对，紧敲紧敲。哎呀，大兄，我来讲吼，我迄电话甲你哦办甲足正的啦吼，我迄电话互你这辈子吼永远难忘。 你来无开电话，是咧想啥？我改正，爱想要点点仔想在公司的代志咧。公司是搁发生啥物代志啊？ 无啦，都真个感觉无用，所以我有较忝。之前我都甲你讲过啊，是毋是？还佫去病院检查一下，明仔载我替你挂号啦。哎，袂啦袂啦，我身体也无安怎，好，袂啦袂啦。丽文对我遮尼好，我做因为家己错误的决定来拖累着伊，我是毋是即摆应该老实甲伊讲？ 你先讲唔讲话，刚刚公司真正发生代志啊？无啦，你就知影讲我无提着今年的德国代理权啊，啊，所以这竞争有较正啦啦，啊，这佫讲交少较多，啊，你烦恼讲这以后代志要安怎？这有甚物通我烦恼的？我看你根本拢无听我咧讲的话。奈何？是嘞啦。不过我哩知影。 唔管我安怎做，阮走袂后，我拢受着你，还佫滴滴。这我知影，啊，不过你嘛无需要压力遐尼大，就算讲公司的业绩无好，还佫有这份薪水，咱赶快用过生活。我只是比如，我当然嘛相信你有才情，你绝对有法度把公司的业绩做起来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著家己放互轻松，莫互家己遐尼忝啊。 我知。看你遐尼忝，无我去替你倒烧水泡澡，会较轻松哦。好啊。嗯。对啦，我已经讲好啊，爸生日迄天哦，妈决定要包餐厅，啊妈有讲要请阮爸妈做伙过来，我拄则已经敲电话阮爸妈，所以迄天不管你有偌重要应酬，你一定拢爱甲伊撒掉，这是爸做大生日，你一定要搞哦。嗯，好，我知。 即嘛无论咱怎，我一定爱想办法说服凯莉莫甲我过。即嘛唯一会用阻止伊的，应该就俊贤。不过自从俊贤去东部了后，就完全无消无息的。对啊，我捌听过丽文讲过。 俊贤捌娶凯莉去因后头厝的，阿爸妈对待俊贤都亲像家己的亲生囝共款。我相信，只要凯莉若有看在眼内，假使爸妈若出面无得甲凯莉看在俊贤的情分，咱会加减疼一下。我呢，妈。 要入班，那不想弄门啦。你是我的查某囝呢，敢讲有代志叫我知影？不是这个意思啦，是你安尼匆匆走入来，我会去让你惊到。好啦，后壁我较注意的啦。我是要甲你讲吼，一件足重要代志哦。张太太哦，拄啊打电话来咱家，明仔载因家有一个宴会，伊请的拢是大企业家，啊，甲因的第二代呢。 妈，我知影你的苦心啦，不过我明仔载有代志。搁较天大地大的代志，到你的婚姻大事较重要。我明仔载要去拜访宝珠阿姨。
跟伊有关系？甲取消啦。袂用的啦，拢约好啊，哪会用去取消？约好嘛，应该卖去啊。我才想无呢，你甲恁爸头家来到底是倒一条筋的相伴，哈尼啊爱歌戏。你敢知影爸，谁人遐尼爱歌戏？即摆是卖讲这啦。规定吼，迄口罩也毋是啥物书香世家啦，啊若无，哪会出一个查某囝，遮尼啊赤白白，遮尼啊无气质？吼，我从来毋捌参加一顿饭哦，讲遮尼啊无水准的。无你较应该苏宽林过去真正有啥物温暖啊？就算是有，嘛应该私底下去讲啊。苏宽林是我叫伊留落来食饭的，面子嘛爱留给我。碰啊，规桌顶拢是嘴烂，谁敢食？不管哦，因谁讲的是真的啦。我感觉苏宽林真正是足负责的。你若是要甲伊做朋友，爱较细腻的知影。我知影啦。啊，搁有啦，歌戏莫学啊啦。你唱搁较好哦，嘛是欢喜啊，袂有啥物身份地位啦。话袂用安尼讲的哦，人迄位校长夫人是国宝呢。国宝，国宝即摆咧卖厝啦。哎呦妈，我甲你讲真实的啦，宝厝阿姨是国家剧院，逐年拢爱邀请去表演的艺人，真正国宝级的。伊就是较早迄个足有名的叫做小金仙啊，你敢毋捌听过？伊是小金仙，是啊，伊真正是小金仙。嗯，伊伫因迄年代吼，实在是有够红的。听讲伊身躯边还佫一个小段，叫做小月仙。这两个小生小段吼，会用讲是对台湾头红到台湾尾。乖。妈。金凤把囡仔生落来，你又搁讲是恁太太逼金凤啊离开的？对啦，查甫人拢嘛安尼讲，啊，都讲安尼就较免负责任吗？当初是啦，毋是因为我嘛拄好咧做袂来，我一定会逐工拢去陪伴金凤啊。我绝对无可能个目睭金边看伊家己一个人，抱着拄好出世的囡仔，怎安尼点点啊离开啦？敢讲我一世人？我还得搁找到金凤因母仔囝。爸啦，是搁安怎？你三更半暝，一人秘在厨房内底，咧想咧古爱人哦。你是咧乌白讲啥？我乌白讲啥？你去找小金仙，探听金凤的消息，结果无探听到，心情郁卒，怎啊变遮饮酒解忧愁？我唔知你在讲啥，莫阁解释啊！无怪你遐尼啊期待，遐尼啊欢喜去看迄场表演，原来你思思念念，就是想讲要探听迄狐狸精的消息。不过你侮辱金凤，这几啊层，你虽然跟我混做伙。啊！不过你心内想想的，还是伊对袂见啥物仔囝？注意你讲的话。我金凤生的查某囝是我的亲骨肉，我哪有可能无孝念？迄当阵，若不是你心肝遐尼凶，趁我无注意的时阵，把伊母仔囝赶出去，我即卖也无需要在遮思念伊。你好意思讲这款话？我是你的太太，当初我是安怎甲你斗相共，斗起这个家啊？跟你斗赃钱有关系？凭你有才调上事啊，做啊这么大，结果有成就了，你是思念迄对母仔来报答我？这么多年来，我敢要让你享受到？你有法度做贵妇去享受上流社会的生活？你想要穿的、吃的、用的、挂的，我都听无讲的，你敢搞？这么啊袂见社会，你也敢讲会出嘴？我讲的拢是事实。妈，你是又搁在玩什么啦？无啦无啦，爸妈讲一挂代志啦。
是什么代志？这么暗啊，嚷到这么大声啊！彩云，你若敢跟我别讲，我是会。会安怎？妈，你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无啦，无啦，无啦，爸甲妈讲一寡代志，甲你无关系啦，只好困。什么跟我无关系？对啦，对啦，无代志啦，只好困啦。麦不差啊！好啦好啦，无代志啦哈，卡在休困嘞哈。你原来会惊讲破坏你伫咧文玲心肝内印象吼？我甲你讲，查某囝是无辜的，我不想要伤害伊。我见过，你若敢对伊黑白讲啥，破坏这个家庭的和谐，破坏甲伊爸仔囝的感情。我著把所有的真相拢讲讲出来。我讲对不起你，我是咧惊你讲啥？你无对不起我，也毋过你的行为真卑鄙。我根本早就熟悉，而且阮两个真恩爱，都是因为你的设计迫害，才害阮无法度做伙。张振德，你竟然是我的红婿，文玲的爸爸。你就免孝顺去找这个查某，一世人拢免孝顺。啊那，你就是要破坏、毁灭这个家庭。是是啊，你唔着唔通安尼走，啊！等下你脚咧疼都还袂好，你唔通走啊紧啦。哎呦，阿母，你放心啦，有你的照顾，我好足济。阿文姐咧，一较早无看到伊人，伊敢有讲伊要去倒位？无呢。啊，那你我去找伊。哎，是是，等下等下，来来来来来，你遮坐一下。哎，来，我吼有几句话想要甲你讲一下啦。阿母，你是要甲我讲啥？是毋是你感觉我甲文杰弟兄安那是累啦？嗯，我敢真正这么够难玩？哎呦，是啦，是是，你莫有白乱想啦。我是想要甲你讲吼，你伫阿母的心目中吼，你也是甲以前同款，你同款是迄个遐尼活泼、遐尼古锥的西西啊。所以讲，不管你甲文杰以后是毋是有结果，阿姆也是同款欢迎你有闲，常常来阮家佚佗，吼。阿姆多谢你。之前我住伫遮的时阵，是我这世人上快乐的日子，嘛是我头一摆感受到家庭的温暖，我就感恩恁的。所以吼，我毋只会讲欢迎恁若有闲，就常常来阮家佚佗，嗯。也毋过。我希望我来这不是做人客，是做一家人。哎呦，西西啊，好啦，你莫乌白想啦。我跟你讲，你还够足少年的，你还够有足侪代志爱做啊，你嘛还够有事业爱打拼，对不？感情也不是上重要的啊，所以莫乌白想，吼。阿姆，你讲的我拢知。嗯。以后不管安怎，我拢会坚强活落去。对，安尼就对，安尼就对啊，哈。嗯。那安尼哦，我先出来啊。哎，你要去倒啊？我要去做文杰啦。啊，你也不知会去倒你。文杰，多谢你替我找个东出去佚佗呢。这里客气是要送啥？是东东不要去佚佗，就陪东东去。可惜吼，你都无多请假，刚做去啊。阿妈，你今天袂用陪我出去佚佗吗？袂用的啦，阿妈妈刚无已经请假两天，店长已经就无欢喜啊，所以袂用阁请假啦。哦。彤彤，那以后吼要真侪时间，等妈妈有闲，咱才会出来啊。我就是说。你陪我，我们打勾勾。嗯，来，打勾勾。叔叔答应你的话哦，绝对袂黄牛的。好啦，时间差不多啊，我要入去啊。啊，
东东，你甲阮的叔叔做伙爱乖哦，阿袂当学袂偷礼物，知无？我知影。文姐，安尼交互你啊。嗯，我唔在交互啊。东东，阿妈讲拜拜。那个查某囡仔，敢不是伊妹妹？哪会叫伊妈妈？来惊去啦，唔系，你派来宾讲。哦，无啦，我是讲恁内底是毋是恁无闲哦？无啦，我甲恁班哦，规工拢嘛闲闲，都咧泡茶开讲，那是足闲的啦嘿。哦。哎呦，哎，阿丽文无甲你做伙啦？哦，无，丽文去上班。哦，哎，建哦，阿你来上拄好呢，明仔载敢毋是讲恁爸的生日？啊，是啊。我早起吼，才甲恁丈人爸吼，阮两个人多甲咧想想讲吼，毋知要送啥物礼咧，啊想规包包拢想无，嗯，啊你来上拄好啊，你著甲阮倒出一个主意吼，好，来来来，来你来你来来，行，行，来行，来，来，你吼甲阮倒想看卖啊吼，看看要看要送啥，小三，建龙来咧，哦，建龙，爸，阿姐，阿姐，爸，你著上网。无啦，文杰了吼，啊，无你我摕来吼，要来甲送王爷安尼，安尼送袂起你。哦，哎呀，爸，我甲你看者，好无？哦，我看卖安那。哦。爸，你看，嗯，这个你甲饲落，安尼就用送王啊。哦，安尼。哦哦哦哦，哎，啊，无贵宝，煞袂起啊，哎，久也无用。嘿，哎呀，爸，啊，你学送王，你是你要耍个网络游戏哦？哦，无啦，啊就恁爸要生日啦，我是讲上网哦，来看卖，看什么样的物件较合恁爸用无，啊买一个送伊俩。哦，哎，就是，免遐麻烦啦，啊建宏都来，啊你就问建宏就好啊，看爸爸喜欢什么物件。哦，哎，建宏，啊恁爸较喜欢什么礼物哈？你甲阮讲，阮来买较紧啦，哈。无啦妈，我爸伊无特别介意什么货啦，伊若生日的时阵，啊大家讲一下生日快乐，伊就足欢喜的。你免阁费什么精神买什么礼物啦，恁安尼讲，其实嘛敢足歹势。嗯，什么咧歹势啊？你这戆囡啊！我甲恁爸爸吼，这么用心要拣礼物送恁爸爸，就是表示讲哦，你这个囝婿吼，真乖真好，真得到阮这丈人丈母的疼吼，阮疼足会入心的。我唔只要拣礼物送给恁爸爸。你也欢喜才对啊！嗯，这是要你等到讲歹势，到你。是啊。建龙，阿婶啊，我来看你今仔日无共款无换，是有啥物代志哦？恁两个哪样？啊。你我甲丽芬冤家啊？无啦妈，我甲丽芬真好啦，我丽芬无啥问题，嘿，无问题。啊，无是安怎？你恁爸咧甲恁问话啊，恁来话讲一半，啊怎啊假咧讲袂出来是安怎？阿爸、爸妈啊，我有一件代志哦，想要来甲恁拜托者。嗯，哎，都有啥物代志都直接讲着啊，什么拜托？你讲。爸是安尼啦，我本来是无想要来麻烦恁啦，啊不过我想来想去哦，我真正是想无补啊，所以我。哦。建宏啊，你莫安尼讲着话，安尼硬硬硬安尼哦，我这急性的安尼听着吼，足急的咧。你讲个清楚，无我甲恁爸安尼坐袂掂咧。是怎啊？你讲啊，哎。哦。哈。有代志你大大讲，讲个清楚啦。哎。好。爸是安尼啦，啊，这自从凯莉反陪我了，哎妈啊，这代理权抢走啊，啊对我个性啊造成真大个困扰。啊，即卖我一方面。我要应付这签约的客户，啊，另外一方面，我要找这德国的机油啊，所以这公司的代志啊，已经甲走头无路。哦，啊，是不是阮提予你的钱，啊，还佫当时也无够？爸，遐钱哦，只是安尼短期当时一下。
啊，这公司上根本的问题哦，就是甲凯莉在抢客户这个代志啊。啊，不过我即摆就是无得过这个代理权，所以我根本就无法度甲凯莉竞争啦。啊，就是因为安尼吼，所以我就安怎？你唔同讲是安怎？你安怎？我就听迄中人的话啦，我真假药我来卖啊。你卖假药啊？不，杰龙，啊你那遮糊涂啊？迄假药啊，那吃死人是要安怎样啊？啊不，爸，我卖迄药啊，我甲食迄药啊，这成本是差不多啦，我只是假因的牌子来卖。这药我吃是袂流出人命啦，袂啦。哈，准做哦，你吃了袂死人啦。这原来是道德问题呢。啊，搁有啦，这算药原来算诈欺呢。这不但讲吼，着我行法院，还搁刷落去吼，着我负这个法律责任，你知不知？啊？我即摆已经去用查着啊。啊？啊？即摆肯定有我卖假药的证据。伊讲要甲阿哥啦，啊！哎呦，安尼是要安怎啦？你实在是有够糊涂有影啦你！我即摆我就拜托凯莉，看是毋是会用伊安尼卖甲阿哥啦。啊，佮唔管我哪个拜托，啊哪开什么条件好伊哦，伊就是坚持要甲我告啊，伊就是要我公司破产啦，啊要我抓去关，要我为这生理场彻底消失啦。爸妈。我公司若破产哦，家家我是变甲一无所有。啊，我因为即摆丽云是公司的董事长，啊，假使凯莉若是要告，安尼这会连累到丽云嘞。你又搞黑白来啦你啦！九三，爸，九三，爸，你听我讲者啊，我今日哦是来拜托你啊，阿妈，看是不是去啊？凯莉讲者，叫伊莫甲我告啦。像凯莉伊今日安尼对付我，完全是因为伊要替俊贤出一口气啊！进前哦，我知讲这俊贤要带凯莉来厝内拜访恁啊。啊，凯莉知影讲哦，俊贤对你真尊敬，啊，所以假使你若会用替我去拜托迄个凯莉安尼，是毋是凯莉会用看到俊贤的征婚啊？啊，总会用卖甲告哦。我哪有你这款不孝之徒的囝婿啊？真叫有影见笑嘞，爸。建宏，我甲你妈妈提养老金给你的时阵，你对阮安怎讲？你讲的养老金内底有啥？爸对社会贡献，啊，阮妈对家庭的爱心。对，阮对社会贡献，对家庭的爱心，你提起危害社会，伤害你的家庭哟。是的，我知我唔对啊。是的，你唔对的所在唔来干呢？进前吼，你拢袂带念讲吼，俊贤已经是甲你大做场，啊，你安目睭吼金金看伊失败，伊即卖人已经走啊，啊，你就要来吼利用阮两个老的，要去甲凯莉安尼拜托，叫凯莉吼讲就要来了下你哦。你在好亏的时阵，啊，拢袂用好好来珍惜这个亲情关系，等到即卖吼，代志舞到安尼这么大啦。哦，你即马就用利用这个亲情关系，我伫高正东、高正西、高正这、高正那，啊，好，建宏，你个原来也要真够利用嘞吼，利用到吼，无去要拍架落去。不，爸，我即马真正是走投无路啊！我卡算若无好这凯莉回心转意，莫安尼甲我告，我公司真正破产，而且嘛连累着离婚啊！你真连累离婚？你也敢讲？你也敢讲？建宏，你失志的时阵是甚么人在照顾你的哈？你住伫这间厝内，阮大家为着顾着你的自尊心，阮也是要甲你讲话，阮拢都爱做细你。啊，你事业去拄着困难的时阵，阮两个老的无讲第二句话，阮对阮的养老金全拢总放出来给你。阮是为着甚么？阮是咧唔忙甚么？我嘛是希望讲，看你会当脚踏实地，你会当好好啊做人，好好啊去打拼。你通我照顾离婚的母仔囝，
啊，结果呢？哈？结果你无我即马咧，你对遐钱去做迄个违法的代志，你无我在连累离婚，对你食官司，对你去红关，无你即马是安怎？你爱说要甲离婚带入去家奴内面，你带入去内面照顾伊是无？妈，对不起，我妈对不起离婚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你即马讲实的有啥物路用啦？你呀哈，建宏啊！我一个查某囝遐尼乖，遐尼贤惠，伊嫁去甲恁家，伊受着遐尼济委屈，伊对目屎拢吞对巴肚底落去。伊若是互你甲骂，互你甲撩，准做伊走转来阮后头厝住两工啊！伊嘛是安尼目屎擦擦的，搁倒转去恁爸家相夫教子。我问你咧。离婚有倒位做唔对，伊有倒位唔好，伊倒位唔对，你是安怎要安尼对待伊啊？你是安怎要害伊安尼？你足超过，你安尼感情，你安尼感情，你足超过，你实在是足超过你啊！你啊，建宏啊！我真正足痛苦。我真正足痛苦的，我出世就是平家子白银啊，就细汉，我大汉就笑我讲，我是伫恁厝的，第一只第一只的细伊阿囝，我想要成事啊成功，我想要好好赚钱，我想要做大头家啊。所以我无顾着任何人的感受，我干是要趁钱。我将我爸迄块土地去银行贷款，看我是干咧真有自信。啊，我其实我心内压力足大个，啊，我去离婚袂完了，我心内变啊足惊个，我惊对不起爸妈，我嘛惊对不起离婚。我无惊，我爸阿妈失望。我更加惊，我看到阮大兄甲大嫂迄种笑歪口去，所以我失去你滴。我刚刚想要甲迄条钱赚倒转来，现在我欠你，我一个苦了好跳。伊要甲我公司无好倒，要甲我逼出最后一口气。来生做一半戏，点点做你的。